谁拿到了这1000彩页？春节限时活动烟火重燃，奖励挂饰可爱小虎，专属称号限时30天，然后烟火重燃机制原理包，有机会开到1000彩页。然后这个称号非常的 nice， 只要获得不用佩戴，就可以拿到30天8%新币的加成。咱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卡尔西，拿到信号枪，然后 biu。之后分享一下，分享之后就可以领取礼包，这个礼包有机会开到1000彩页。小趴想知道有没有人开到过？活动时间2月6号截止啊！小趴再问一遍，谁开到了1000彩页？